心中都存在着对家的愿景。愿景一词的意思很简单，代表着所向往且可实现的前景。Hello， 我是尤拉，今天要带您来看的是新愿景。北上往南科，南下吉达梦时代，右边连接中山高，左边进入中西区，这样优质的地段，便利的生活自然不在话下。新愿景位居市中心公园预定地第一排，坐享永久动距及9500坪绿海景观。开阔的景观之余，生活机能也非常便利哟。步行吉达的日常采买，周边美食商家林立，银行、邮局、药妆店等一应俱全。未来捷运开通后，更坐拥捷运双站，5分钟内南瓜国小到高中的全龄化优质学区，10分钟内满足食衣住行娱乐等六大需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重大建设齐聚，铁路地下化工程、北外环快速道路与捷运轨道系统等交通新面貌，新愿景将第一线受惠通勤所带来的便利。另外，永康创意设计园区预计于2022年永康炮校迁建后进行二期开发，未来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，也将是台南最大的文创新基地，预计会带来大量的创业与就业机会。加上将于明年完工试营运的图书馆新总馆，永康的发展结合平时的商机，都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大台南最亮眼的新东区，未来的愿景可预见。而新愿景就坐落在正核心的位置，新辉建设新愿景坐落永康区盛华街，占地811坪，规划地上15层，地下3层，建26至39坪，2到3房。公设部分没有华而不实的设计，以实用性高为首要考量。规划有挑高7.5米的迎宾大厅、沙发休息区、儿童故事屋、中庭游戏区、健身房、阅读交易厅以及垃圾储藏室。新愿景现正推出结构工程零付款，加码还送3年防水保护，这么实惠的购物方案，记得赶紧预约哦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加订阅，想咨询任何建案问题请加入助周拉 APP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